有什么老师？因为我刚从马来西亚回来，所以没有对电台湾的电视剧很熟悉。这什么？是什么东西？玩游戏就送是吗？是的，没关系啊，我们一起玩吗？我哪里不忠贞？请问你哪里忠贞？我哪里不忠贞？我讲，没有没有，潘老师是忠贞的，我非宪哥可以，他是一个忠贞的人，只有他的心是不忠贞。身体忠贞，很忠贞，我是非常忠贞的一个人。没有，我去上过你的课。我跟好，然后呢？怎么了？走，我们去上你的课的时候，你的后来你不是把那个哥哥给拔走了吗？后来你就没有再来了。喜欢那个哥哥，你把那个帅哥拔走之后，你就没有再来了。你还有什么资格讲我？你的视线在哪里？我的视线你那么多个六十。一堂课六十个女生，你的视线在哪里？哪里？我当然一定得在学生身上。而且我问你，为什么每一次在第一排都只能是年轻漂亮的女生，后面都只能站那个阿姨辈？因为那些站前三排那个是至少超过十年以上的人，所以他们会有自己特定的位置嘛。因为我到现在才搞清楚一件事情，什么事？我完全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。原先控诉他的人是我，而且他控诉你的，他是控诉我的人。可是我是 PO 找出来的。所以观众朋友，今天潘若迪老师从头到尾到现在这一个都不知道有在偷拍他这件事。你现在还不知道？完全知道了吧？约他，所以这一段影片你敢看吗？没有，我没有。你有印象吗？我跟你讲，虽然有坐怀不乱，坐怀不乱，一路走来，凡走过必留下痕迹。对，但是我不怕，因为我没有担心。而且我那天一度是以为是仙人跳。来，我们给你看这一段，这个秘心中的秘心，这段 VCR 没有人看过，还不时尚，当事人也不知道，请看。为了测试潘若迪是否能抵挡美女诱惑，后以迟到为由让潘若迪独自待在居酒屋。此时美女主动出击，潘若迪能镇定面对一切吗？你是不是有上节目那个什么老师？从马来西亚回来，所以没有对台湾的电视剧很熟。想说好像有看过你是跳舞还是健身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，我是有氧老师。哦，有氧老师。今天觉得自己可以上一下运动，就随时都可以。那如果要报名的话，是要跟你报名吗？还是要跟店家报？你找潘老师啦，你说潘老师就可以了。哦，找潘老师。对对对对对。你也是在等人吗？对啊，一类可以跑这么远。对啊，我跟你讲哦，感情这种东西就是这样子，就是你的过程，你的条件很好啊，你可以多接触啊，陪着你一起，是不是好一点？潘老师，我们放冰加个 line， 加 line 起啊，加 line 不加 line？ 加 line 啊，我比较不方便的，因为我老婆他们都会，对，他们会看。那不能加赖的话，你可以给我一个拥抱吗？啊，不好不好不好，不方便不方便，真的不方便。台湾很容易会拍，有人会拿手机拍，那拍了我就很难交代。而且我是出来跟我朋友谈事情，所以不应该拍。谢谢。吓死我了，怎么可能？你老现在才来，你很慢呢。美女当前，潘老师竟然不为所动。此时店家将进行 kiss 传牌送串烧活动，潘老师是否能够压抑得了呢？这什么？是什么东西？玩游戏就送是吗？是的，没关系啊，我们一起玩吗？太扯了，真的太扯。我不方便，我也想回，我有老婆，有小朋友，有小孩，对，所以比较不方便拍这个，不好意思。还是老师，我们可不可以拍个照之类的，做个纪念？有缘认识。好，拍照可以了。你可以吗？可以可以可以。那能不能过来一点？好，那一张。谢
谢。你看一下，有没有觉得漂亮的自己？真的好帅哦，老师很上相。对啊，没有，你们两个很漂亮。我们等一下要去唱歌，因为在这很无聊。不会不会，你们去玩，你们去玩玩开心点。他跟我的朋友来跟我说，大概只要三个钟头就可以了。他要谈事情，我也不知道什么事情。还是你们等一下要不要一起来？一起来。跟你的朋友一起来。我们也是有心动的呀，是。我平常。真的假的？现在很出来了。我平常大概十一点半，十点以前我就会睡。啊，那我们先去。我再传你的脸书给你。好。希望你们玩得开心一点。好，谢谢。谢谢谢谢。好，拜拜。哎呦，不会啊。不会吗？对不对？我是真的不会。我跟你讲，真的已经到了出门秀的时候，楚门的世界。我们去到哪里有我们总突然间有个艳遇，我们都会觉得是在偷拍。人人皆狗仔，对对对。我那时候一直就这样觉得，我想我始终认为这应该是就是所谓的仙人跳。对，然后他把我骗到别桌，他说叫我到跟他到隔壁那个桌，他说那边比较角落边比较没有人看得到。哇！我一听我就知道，我想说完了。我跟你讲，这种情况我还真遇过。真的假的？在哪里？在哪里？我还真能讲。我告诉什么？永和。哎呦，永和怎么样吗？我朋友的店，他们在拿东西，因为他们新开的夜店。对。那我就坐那里，突然一个女的就过来。哎呦！然后我一直勾勾停，勾勾停，一直勾勾停就对了。然后我说：“哎呀，好了，对不对？我忙我的，我要打手机啊，要讲电话干嘛？”就他一直出过来，一直就哎，突然间一个男的就进来啊。后来哎呦，到最后我跟那男的还真的打了一架，打一架，他就说你为什么？我女朋友，那我就没有啊，怎么可能？他没有，我就看到你好像把他。后来我终于讲了实话，才开打。怎么？我说长那么丑，谁会跟他？